今日赶紧来关心天气。今日东北季风减弱，全台湾的温度拢会回升两度至三度，所以早暗的温差嘛变较大。咱同齐来看温度。今日天气甲昨昏是差不多的，只是西部、东部、东南部会落阵雨，过道各地山区嘛可能会落西北雨。一暗开始透东风，东部的水气会变较高。另外温度的方面，今日全台湾的温度会回升两度至三度，各地高温大约是28度至30度，那日时就会感觉有较烧热。暗过早暗的温差也变较大，暗时的温度竟会降到21度尔，所以乡亲早暗就爱给你脱衫。气象局是预测讲，这款天气会一直维持到礼拜日。后礼拜一到拜三，风台在上瓦近咱台湾，所以沿海会有大影。乡亲爱设计，爱注意风台的动态。